你條哦呢條紅帽 Genesis 嗱呢面領曬㗎，留意啊！所以呢個 HOMOGENEOU 紅帽紅帽 Genesis 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咁紅帽 Genesis System Linear Equation 咧，咁我既然喺度要提到啦，咁我哋就話即係講埋佢嗰啲 properties 啦。因為它一定 consistent 的，所以它只是分開有 unit solution 不是 unit 的 unit 和 infinity 的 unit solution 的 unit solution 叫做 has trivial solution only， infinite many 的話就是代表它 has non trivial solution。即是兩個來分，一般來說如果 DSE 裡面呢，這個是純粹用 unit solution 旁邊就 infinity 這兩個字眼就算了。而且在 DSE 裡面呢，那些問題呢是簡單一點的，determine 不等於零，它一定會出 square matrix 那麼就是了。當然實際不是的，實際不是的，但實際不 是, unit,、不是 square matrix 它都可以出現unit solution， 它有些可能 number equation number equation 同 number of unknown 嘅數字咧，係即係會 crossover 咗之後咧，會有啲嘢產生出嚟嘅啫。好嗱，不過 anyway 啊，呢條係99年嘅 past paper 嚟嘅，咁我哋繼續做落去啦。咁呢度啦，佢話有我記得呢條數咧好舊噶，因為啲數字咧核突到咧好核突噶。咁佢話翻 all values of has non-trivial solution啦。Non-trivial solution 即是代表是infinite many infinite many solution， 所以呢我們其實不用做那麼多東西都可以了，直接在 determinant 等於零 sing has non-trivial solution。我照顧埋嗰啲DSE 嗰啲同學啊，咁就會係即係 infinite many， 咁即係話 imply 到 determinant， 係等於零。咁最痛苦嘅一刻出現啦，就係要計。Oh my god， 好啦，咁我攞唔喐佢嗰個 matrix 啊，第一個係 lambda， 攞呢一行啊，呢一行lambda 就會係 lambda 負一一負一，跟住減一負 lambda 一負一，跟住再加 lambda， 哇！即係嚇死人啊，嚇死寶寶啊！好啦，咁然之後呢個咧就係 lambda 負 lambda 加一，99年第一條，好。呢度爆開佢負 lambda 加一加一，然之後就等等等等，睇下先啊，第一條嚟嘅 paper one。呢度好似呢個抽二次方嚟嘅，抽個 lambda 二次 lambda 減一，減呢個抽個二 lambda 減一，睇下有冇錯先。
咦，有啲怪怪地喎。睇下有冇計錯先啊 ！Oh shit！ 我都話計錯咗啦，真係呢度係負一嚟嘅。喺度減 lambda， 哇！即係完全唔同曬啦，成個世界都唔同咗。lambda 三次減三 lambda 加二。lambda 減一先，咁用長除翻 lambda square， 好，減二嚟嘅，lambda減一lambda，撳一撳呢個先，lambda減一同埋lambda加二，即係二次方，查鬼咗佢啦。咁 lambda 等於一或者係負二，好，咁就呢兩個 case 就係咁樣，佢有 non-trivial solution 啦，跟住 solve 佢 for each case， 咁即係 for 每一個 case set 就 for lambda 等於一，咁個 omni matrix 就會變咗呢個嘅，即係我代翻落去即係個 omni matrix， 攞個 determinant 睇都得噶啦，縮翻細啲先。佢最尾嗰行零曬㗎，一一負一，一一一負一負一負一，哇 ！shit， 佢兩即全部冇曬喎 ，row two 減 row one，row three 減 row one， 得翻一行喎，嗱，即呢條咧代為一條咧，俾各位同學即欣賞下咧。它是可以有兩個 free variable 出現的，那所以這種情況 let reset 等於 t， y 等於 s， s t 是在 view number 裡面，然後 x 呢代回這條式看個 x 而已， x 是即是t 減 s， 所以 x y reset 就可以寫作是 t 減 sST ST 是在 view number 裡面寫 solution set 了，即是整套個 solution set 是這樣寫。 OK， 好了，然後 for lambda 等於2的時候，那個 omni matrix 呢我都是用這個來看的，所以我縮走了它，不縮走的原因來的，一一負二，一二負一，二一負一。嗱呢度我慳啲時間啦，咁咧計到出嚟嗰個咧個solution set咧，我x y reset t 負 t 負 t， 咁啊我當俾各位同學。即一個即個即係空間去睇呢條問題，等幾多啦？好啦，咁呢條係 pass paper 嚟噶，99年，咁啊第一條嚟嘅，抵做啦呢啲嘢係咪先？即係抵做。好，咁啊去到呢度，咁啊最後啊呼籲各位同 subscribe dot k d m s 呢個 channel 啊。咁因為最近咧我個 demanding 咧就會多咗，佢哋有幾組人都揾我要趕翻啲 A 咧 PMS 嗰啲錄事啊。咁所以可能即係會即係比較即係。啲嘢要擺多啲時間啦，即係可能要耐少少，咁誒各位同學唔使擔心我，即係
盡快會 post 曬所有應該要 post 嘅 A level 嗰啲嗰發埋嗰啲卷嗰啲錄線上去㗎啦。好，咁有問題有意見嘅可以喺留言嗰度，或者私下 WhatsApp 我或者 IG 俾我都得。好，拜拜。